早上好，又是美好的一天。很幸运的是，我们家小区后面就有一个小公园，然后有一条河。然后老公现在手里拿着两，就是我们尽量选一个周围没有人的地方。He's gonna flick it and snagged. Caught on a rock. Got it? Yeah.Are you having fun? So much. 我们丢了一个鱼饵。那 What do you mean, woman? 我你我丢了一个鱼饵，现在老公在帮我上一个新的鱼饵。这里面石头太多了，然后卡住之后，就那个鱼线给蹬断。然后我们今天用的是这种叫 spoon， 就是它就是不是真的鱼饵，是这种金属的，然后在水里面会一闪一闪，波光粼粼的，然后鱼就会一误以为是吃的，会来咬。Oh, thank you. 啊，老公现在已经不管了。No, he's okay. Try again. Maybe he didn't see it. 我们现在要回去了，没有钓到任何鱼，但是有看到鱼。我看到一条很大的黑色的鱼，然后他看到了很多鱼，准备或者是想要咬他的鱼钩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今天就是没有钓到任何鱼。但是天气太好了，还是很开心的。现在我们回家了，我打算腌一下这个 pork butt steaks，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猪肉屁股上的那一块猪排，然后它有一块骨头，但是这个肉其实还挺香的。大概腌个半小时。天气好，所以我们还是把肉拿出来，然后在后面那个烧烤架上烤。这个是已经腌好了的肉，刚才我的火有点太大了，稍稍有一点烤焦。烤完了，好香呀！是我自己第一次用烧烤架烤的耶，平常都是老公烤，回家吃饭。然后蒸的西兰花以及胡萝卜。那现在我们继续追剧，终于快追完了。好，今天一天马上就要结束了，很开心有出去钓鱼。虽然没有钓到鱼，但是今天过得还是非常充实的，不知道还要在家里面继续待几天，希望大家也都平安健康，那我们明天见啦，拜。